好了，下面再讲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叫做事物。事物是指的是什么意思，懂吧？它是指的是一种概念。那么这个事物到底是什么？咱们挨着说，懂吧？首先呢，说为什么要有事物？你甭管什么是事物，先说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它的原因是什么？看着啊，举例子，A 用户和 B 用户呢，都是银行里边的这个用户、储户，对吧？他们呢，现在要做一件事情，A 要给 B 转账500块钱，甚至转账500万。那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呢，基本上这个流程就是什么呢？简单检查 A 里边的这个账户余额是否在的？是，从 A 里边扣，接下来给 B 里边加。请问这是不是就真正的转账了吧？那么转账的流程就它了。那么接下来你就按照这个流程走。那最后当它执行完之后，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但是只要是计算机，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谁的电脑还没死过机呀？对吧？我的 Mac 也死过机啊，也死过一次两次了，买了好几年，也死过一次两次，很正常呀。但是你的 Windows 死的不就是多一点而已吗？那么后面在这个地方，银行里边，你觉得他一年死一次行吗？他10年死一次他都不允许，你别说一年死一次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也就是说，万一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那总有万一的时候呀。那么银行里边是否就会有可能会出现，明明把 A 的给他减了，但是出现了特殊问题，是不是 B 没加呀？那么最终 A 少了500块钱，那 B 也没加500块钱，那将来他们俩不就掐起来了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那么什么东西是事物呢？来看上，所谓事物，就是一个操作的序列。说的更通俗直白的讲，就是要么都执行完，要么都不执行完。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单位。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就讲一下，这什么叫事物啊？是一种概念，一种情况。要么咱都执行完，要么不执行完。要么我把礼金给你，你加给我；要么你把礼金退给我，咱们是吧？个人不认识谁，那不就行了吗？就这个道理啊。农村里边很现实，就这个道理。有很多情况下，明明都收了礼金了，是吧？都收那个叫什么金呀？叫，反正是山东现在流行说这个，彩礼啊！你们老家多少钱不知道啊？哎，我们已经好像是到了3万还是5万了嘛？然后我们觉得挺贵了呀。你们是多少钱？你们已经到了10万8了呀，万紫千红了呀。我们那边没这么厉害，我听说好像山西特别厉害，我听说对山西里边有钱人多嘛，煤老板是吧？好像山西挺厉害。好了，可以了啊。咱们说的直白点，如果将来你要是娶一个山东的媳妇儿呢，顶多现在才3万来块钱；你要是娶个山西的呢，至少10万以上。好像是至少10万以上，你自己是吧？那也说不定啊，豆哥，人家就是喜欢我，我穷的吊儿郎当的是吧？就是人家就是喜欢我，你那也没办法，一分钱不用给人家，还倒贴一辆车，这不也行吗？好了，但是这个事情同学们啊，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你这辈子的一些情况到时候再说了啊，这个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同学们想要说什么呢？事物啊，其实就是真实的一种情况，要么执行，要么都不执行，就是一种情况。那么事物呢，同学们，它有四大特性，这四大特性在面试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被问到，简称为 ACID 啊，就是人家问你，哎，数据库的 ACID 你知道吧？我知道 ABCD 啊，你就不能就完了啊。ACID 指的是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这是四个特性的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 ACID，听得清楚了吧？那这四个特性是什么呢，同学们？说的直白点，事物是保证将来数据100%成功的一种方式，它有这么四个特性而已。咱们要想要理解这四个特性的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我是摘自于这本书上的一些信息。以下的内容呢，摘自于这本书，非常给力的一本书，主要讲解马斯考的一本书啊，相当厚。那么这本书里边说了什么呢？想要了解事物的 ACID 这四个特性呢，以及他们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将来咱们怎么去理解？看着，还是举刚刚这个银行这个例子。还是举刚刚这个银行例子，当前呢有两张表，看这同学啊，相当于当前呢有两张表啊，有两张表，一个表呢叫做支票表，一个表呢叫做这个储蓄表。现在从一个用户里边转账呢，要转到他的这个储蓄里边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首先要看看你这个支票是否是大于这个金钱，然后接下来从你这个支票里边减去，是不是接下来从另外一张表里边是不是添加？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决了吧？
那么想要去解决转账的这个问题，那么就用到了，其实就是用到了这四个特性。那么怎么去理解四个特性呢？说的直白点啊，通俗的讲了，接下来要理解了。事物是保证将来数据要么都成功要么都不成功的一种方式。以上三个步骤当中必须打包在一个事物当中，任何一个步骤失败必须回滚所有的操作，否则要么全部成功才提交。就是咱们原来试验过的那个，咱们在前天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在 Python 是不是写了一个东西叫做 commit， 什么什么的 commit， 一个什么什么的叫 rollback， 还记得这个东西了吧？ commit 其实就是提交，那么你的 rollback 其实就是回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无非呢是详细来说一下那个问题，这就是事物。想要开启一个事物，一般是怎么的呢？一般是用 start transaction， 要么用另外一种方式，用 begin。 简而言之，我一会儿给你演示啊。想要开启一个事物怎么的呢？先写上这个 SQL 句 start transaction， 接下来查询，接下来更新看账。咱们这个只是了解 update checking set balance 等于 balance 减去200 where customer ID 等于它，前面啥意思？set balance 等于 balance 减去200，是不是相当于我把你的账户余额查出来之后，是不是让你的这个字段接下来减200？没错吧？那么这个是查询你的这个支这个储蓄账户里边，让你的 balance 呢加上200，什么意思呢？你这一步和这一步，请问是不是都对数据表进行了一个修改了吧？对数据的数据里边的数据进行了修，数据表里边数据进行修改啊？那么我前面用 transaction 开头。接下来你把这句和这句该怎么写怎么写，如果这两句都成功，你接下来就 commit， 如果这两句只要有一句失败，你接下来就 rollback， 那么就会退回到你任何这中间的任何语句之前的样子。听清楚了吗？这就是事物。我先开个头，在结尾之间任何的数据库数据表里边的数据的修改，我告诉你都可以回滚。如果这个成功，这个成功，甚至还有其他的这个操作语句都成功，你就 commit， 如果不成功你就 rollback。 请问这里边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和这个之间夹着的代码要么都成功，是不是要么都回滚到原来样子了吧？这就是事物啊，这就是事物。好了，那么事物怎么去理解这个特性？同学们看这，第一个原子性，其实原子性最简单，怎么的呢？不可再分割。就简而言之，这个事情呢就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整个事情要么成功要么不成功，就是要么成功要么不成功，这就是原子性。一致性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我最终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啊，我最终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我将来我有可能我这一步挂了，或者说吧，我执行完了一二三步骤之后系统挂了，那么是否会导致我这个白令斯里边精致的把这200减了去了呢？不会。同学们切记一个原则，你只要不掉你 commit， 那么他就通过各种办法保证了你的数据可以恢复到原来样子。那么一致性是什么意思？我正执行的 SQL 语句呢啊，正执行 SQL 语句呢，一二三执行完了，减了200减成功了，但是接下来系统挂了，那么这个200真的减还是不减？不减。这就是一致性，你要么转成功要么不转成功啊，保证数据不会中间出现其他的状态，这一致性。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隔离性。这个隔离性呢，说的直白一点，这个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体验出来了隔离性啊。它很简单，看这同学们看这啊，我接下来做一个操作，注意看，还记得我那会儿说过了，这个连接的是我那个图形界面，这个是不是也是连接我那个图形界面？也就是说他们两个说的直白点，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操作的是同一台无班图这个讯机啊？好了，在这个地方啊，咱们去 select 星 from goods， 咱们去查看一下当前这个信息是不是有这么多。好了，我在这边也登上啊， mysql-u-root-p 回车 mysql 登进去。好了， so databases s e 哎怎么写 databases 啊，从头就写下来了，中间断了就写不下来啊。来，咱们 use 谁呢？经OK， 看着 show table， 这个和这个咱们看了是不是一模一样？请问他们俩是不是现在操作的是不是同一个数据库了吧？那么接下来干点什么事情？看好，你把这个当做一个客户端，请问行不行？你把这个当做另外一个人，请问行不行？
不就相当于有一个人有第二个人一起操作当前这个数据库吗？你看到我这儿，如果最听了我说一个原则啊，最听我说一个原则，如果你要是用 Python 去执行一个 execute 去执行一个增删改的任何一个，请问咱们最终是不是最终一定要有 commit 啊？你用 Python 代码去执行 circle 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默认开启了事物了，你必须掉 commit 才行，你不掉 commit 就不行。这是咱们的 Python 已经默认开启了，这是保证数据能够稳定唯一啊，就是 ACID 这几个特性。那么咱们在 MySQL 这个客户端里边敲了 SQL 语句，请问它默认是怎么着的呢？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地方嘴条，你的 update， 比方说 update goose set name 等于，比方说这个啊，这个新款啊，这个星星小霸王学习机，然后注意看 where 2 w h e r e， 然后呢 id 等于23。请问咱们原来在 MySQL 这个客户端里边，咱们去敲这种 SQL 语句的时候，请问咱们是否用过 commit？ 没有用过 commit。 那么咱们的数据是否能够修改？能。那我问一个问题，咱们对比Python 里边通过 execute 去执行 update 的时候，咱们没有调用 commit 的时候是否修改了？没有。那么也就是说 Python 用代码去操作数据库的时候默认开启了事物，那么咱们用 SQL 语句的这种方式它开启事物了吗？同学们注意听，其实默认也开了，已经默认开了事物了。但是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只要这句话一执行完，你的 MySQL 客户端立马调了 commit，听懂我意思了吧？就是你写上这句话，相当于让这个客户端他自己调了 commit， 他自带 commit 了。所以说呢，将来咱们就什么呢？这个编写 SQL 语句的时候，是不是更简洁了吧？不用每次都得写 commit 了。好了，那么也就是说，注意看啊，三二一，我只要一走，注意看啊 ，select 星 from 啊 goose， 接下来，请问是不是已经立马改了吧？那么我通过这个客户端再去链接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啊，咱们 select 星。from 这个叫什么了 ？goose， 请问这里边是不是立马也改了呀？也就是说，你用这样的客户端，实际上是相当于默认有 commit 提交的。那我不想 commit 提交，我想一个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东西整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事物，怎么办呢？朋友们，嘴听，开启事物就可以了啊。看着，开启事物呢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咱们先说第一种，第一种方式叫做 start transaction 啊，就 transaction 这个。看着，咱们试一下 start transaction， 走，开启的事物了。这个时候，你得把这个东西你再试一下啊。看着，我想给它改成小霸王游啊，戏机。这是一坨什么东西啊？再来一遍啊！我加个二，我不改了，我就加个二。好的们，我现在是不是要修改数据啊？看清楚，三二一，走。我接下来 select 星 from goose， 变了吧？来，回到这里面去看 ，select 星 from goose， 变了吗？因为什么？你没提交呀，你没有 commit 呀，所以说，切记一个原则，什么？只要是在 start transaction 开启了之后，你接下来只要没有 commit 或者没有 rollback 回管，所有的数据不会真正的去修改数据库里边的数据，听懂我意思了吗？因为你没有 commit，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体现，什么时候你才就可以修改了，同学们？注意看，对吧？万一要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那么看着会怎么着呢？啊，如果我接下来也要去修改这个表怎么办？你看清楚啊 ，update goose set name。等于叫什么呢？小霸王学习机，就是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改了，然后 where id 等于23。注意看好吗？我刚刚这个是不是改了？已经把它改成了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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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了。我接下来另外一个客户端是不是也要对它给它改成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小霸王学习机啊？三二一走，啥意思？哎，干啥？等着呢。等着呢，你也没看错，为什么？
同学们注意看啊，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原子性是要么成功要么不成功，一致性是你中间出了问题也不会出现这个数据丢了的情况，隔离性就是我刚刚现在此时此刻我给你演示的。什么叫隔离性呢？我一个客户端明明刚刚对这个段里边的这个值进行了修改，我还没有 commit 吧，你接下来另外一个客户端也要对这个字段进行修改，那么请问如果你要是没有上锁，请问是不是就是锁来做的了吧？两个客户端对同一个表里边的同一行同一个记录里边的同一个字段操作，请问是不是就应该上锁呀？那么最终我发现了什么呢？我接下来我需要对它也上锁。你看 lock wait timeout 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锁等的时间太长了，超时了，所以说就不等了。也就是你刚刚这句话绝对没有成功，那不就 error 了吗？那我要是再来一遍，同学们，是他又在等啊，等什么呢？等待我这边一提交，你看看 commit 走，这边怎么样？是不是立马就下去了吧？你看，在 select 星 from goose 里边，已经改成了小霸王学习机。我问一个问题，这里边会看到小霸王学习机，还是会看到小霸王学习机二？哎，写错了啊。from goose 都，同学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看到它呀？为什么看到它？哎，你要明白一点，我这里边我刚刚开失误了吗？我没开失误，是不是相当于咱们自成一个失误啊？就是你的 update 是不是默认成一个失误？你听懂我意思了吗？那么也说，同学们，不管你这两个客户端当前怎么样，不管你开没开失误，还是你开没开失误，反正最终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什么叫隔离性？我正操作那个地方，我要把它改成老王，我还没有 commit 的之前，你想要把它改成老李，能行吗？不行。怎么的呢？谁其实和咱们之前学的那个多线程里面的锁是一个道理，谁先抢了这个锁，谁干完了把锁释放了，谁再过去抢那个锁，再去做另外的事情，听懂我意思了吗？这就是隔离性。记一个 circle 语句的执行对其他的 circle 语句是隔离的，你就看不见，不就相当于这个道理了吗？是吧？这就是隔离性，保证了数据不会出错。还有一个东西呢，最后这个特性呢是很简单，叫做持久性。就讲一下，这数据库里边的数据不会因为你的系统电脑挂了，是不是将来数据就没了吧？只要那个文件存在，数据库不就是一种特殊文件吗？只要那个文件存在，将来咱们数据就存在。记，原子性保证了要么成功要么不成功，一致性保证了在 commit 之前你的数据不会因为系统挂了而出现错误，隔离性一个 circle 的执行不会影响第二个 circle， 就相当于我什么时候执行完了你是不是还能执行了吧，隔离性、持久性啊、永久性存储，这是四个特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刚刚其实也已经测试过了，想要去啊这个开启失误，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用了，是不是这哥们了吧？我想要去怎么的，我想要去提交，是不是用 commit？ 那太太同学们，咱们要这个回滚用什么 rollback？ 听得清楚了吧？这就是失误。最终同学们，我给大家表达意思啊，咱们过会的时候我再给你练习一下。咱们当前我想给你表达个意思，注意听核心思想：失误干什么用？我明明可以在一个客户端里边，我可以直接用 update、insert 以及 delete 都可以，为什么我要用失误？因为像转账这些东西。是吧，像在一个电商网站里边，这个呢往往需要有很多表才组成的，你 update 这张表的时候，你还要 update 另外一张表，还有另外 update 另外一张表，那么我要么成功要么都不成功，这个时候100%是用失误来解决。所以说失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一种东西。那么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保证你数据要么成功要么不成功，就是这边的，也就是个道理。还有一点，他们切记咱们的 MySQL 的这个客户端，默认你所有的语句都是自成一个事物了，就自己成一个事物，听懂了吧？就简而言之，我刚刚在这个表里面敲的 update set 小霸王，实际上你就把这个哥们想成什么呢？在这一句话执行之前，他先来了个 start trans x， 这一句话执行之后，他又来了个 commit，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整个操作已经相当于让这个客户端帮咱们去做了，咱们不需要再去 start， 咱们不需要再那么多了。那么但是当我有多个这样的 circle 语句想一起执行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需要手动，是不是就开启这个事务了吧？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手动开启的事务之后呢，你这个 MySQL 客户端执行完这句话之后，它就不会自动掉 commit 了，
你需要手动点 commit 这就可以了。这是同学们和咱们的 Python 程序里边是不是相当于正好是对应起来的吧？ Python 程序里边我告诉你默认都是开的15的，什么情况下15有用呢？增删改才有用，查询有用吗？查询又不修改，你加15干什么？你仅仅是修改的时候，修改就牵扯到增删改啊，增删改这样一个具体操作。所以说同学们，当咱们用 Python 去操作 MySQL 的时候，实际上它默认已经开启了15。所以说当你接下来对数据进行了修改的时候，切记最后是不是一定要加个 commit 啊，就完了，就有这个道理。这是呢刚刚给大家讲解的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事物啊，一个大体的一个理解啊。第一部分呢咱就先说到这儿啊。